好，欢迎收看 MOGO 网络电视台，我是大飞。从超女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张靓颖，如今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女歌手。在脸上张开了心，或许今天张靓颖入驻 MySpace， 具有网为她举办了盛大的入驻仪式。那位先生他们沟通工作开始，然后就进入 MySpace， 然后这样跟他们就更容易沟通一点，用他们的方式。哎，这个呢就是我们靓颖的微博客，对，还有我们凉粉的微博客。这个你有平时有看他们留言吗？因为我看到那个狗是我画的。恰巧当天又是张靓颖25岁生日，现场的嘉宾还有歌迷朋友为张靓颖庆祝了她的25岁生日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大声点啊，小文！耶，生日快乐！我觉得我的愿望很简单，我就希望每一天都开心，不仅仅是生日才要快乐，每一天都要快乐。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音乐让更多的人也快乐。